他很奉算啊。好，这首歌就是《青春地图》。你们不觉得就是高中上大学的时候都会有点迷路吗？就是很迷惘，不知道要干嘛，很感人哦。然后就是加社团之后，就是就这里就是我的地图这样，哇、哦，很感人吧？好，随便啦，你们很难讲话哎。好，这首歌是99的《青春地图》。有点慢了，快点。